我哋今日有好重要嘅消息向大家宣布嘅。有啲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一场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仲有两个礼拜，唔够嘅时间咧。摩林密码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就会正式登场。其实过去呢两个月里面，其实自己好开心，可以同我哋嘅团队、我哋嘅精英一起去打造一个全新嘅演唱会，同大家去分享。可以讲话喺呢一段时间里面，排舞又好，开会又好。是每一日是未停過的，還有是可以說是由朝頭早一路排練到深夜。除了我們40個 dancers 和我的排舞老師來自韓國的和香港的 Sunny Wong 一起去排舞之外，其實我們的團隊幕後的精英，其實他們有一批也都去了檢視我們今次這個舞台的結構。因為我們今次這個舞台的設計上面其實真的非常浩大，我們的監製告訴我們，原來紅磡體育館亦都知會咗我哋，就話我哋今次呢個舞台紅館嘅電量係唔夠俾我哋使用，所以咧我哋亦都要係去租多一台嘅發電車，去額外俾多啲電去供應我哋今次呢個舞台，所以真係好期待，亦都係一個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挑戰，咁啊希望觀眾能夠可以在今次的演唱會看到我們的誠意。除了我自己本身這個 studio 之外，新年亦都自己本身有一個 studio， 它就在樓下，那變成我們是上上下下地走來走去彩排，那加上呢，因為我們有一些大型神秘的表演，那是要需要更加大的地方去彩排，所以我們就租了清水灣用一比一大的舞台去配合我們去彩排。在這裡很多謝大家對我們的支持，我哋台前幕后所有工作人员而家已经系希望可以系快啲上舞台，全力以赴去做一个好出色嘅演唱会。我希望今次嘅演唱会系超突破兼震撼，期待。